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典礼红毯仪式隆重举行，国内外著名电影人闪耀亮相。开幕影片《幕后玩家》的主创徐峥携王丽坤亮相红毯，《超时空同居》的主演雷佳音、佟丽娅一同出席。丫丫一袭水蓝色纱裙，仙气十足，尽显俏皮少女心，谁还不是小公主呢？辣妈闫妮携女儿邹元清首次合体亮相，主演谢欣蓓、李正阳、王倩等也一同出席，并带来了即将于5月11日母亲节档上映的影片《我是你妈》。演员马苏身着宝蓝色束腰长裙，尽显优雅知性，此次她是随剧组如影随心一同亮相。这部电影是由霍建起导演，陈晓、马苏、杜鹃、王佳等联袂出演，舒淇则是真空上阵，黑色低胸西装上衣，腰间红色绸带蝴蝶结，还有西服上亮片设计，性感又可爱，展现灿烂笑容的莫文蔚自信优雅，高贵大方。卢靖姗身穿黑色吊带露背长裙，性感又优雅，确认过眼神是超杀女没错，黑色深 V 纱裙也掩盖不住这性感丰满的傲人身材。余文乐则身穿西装，举手投足间尽显绅士风度。非凡娱乐北京报道。